真后写书法、草书，去国际上有名的书法家、文家学，为了传承着艺术文化，去大家乡公所邀请之下，本老师不但捐出了真珍贵的毛笔字，和乡里图书馆来珍藏，嘛希望更加侪学生啊会当重视书法，甚至未来有机会，伊嘛会进一步来开班教因教。在本老师的指导之下，原本就书法地林石中乡长也在现场来创作，希望大家成为文泉乡国际城。他写书法还是有点低的，而他这个有一点那个宋徽宗的那个体啊，而且写的还不错。就是因为好久不写，所以如果说他要练一段时间，一定很好。所以哪里要改进一下？改进不就是不熟练嘛？要写熟了就很好了，多写几次，这个字写熟了，这个劲道就出来了。看完乡长的草书，再来换老师来出手，功力当然是不同款。嘛，因为本家学老师的草书在国内外真出名，嘛，安尼要让更加侪学生甲民众熟悉、介意草书的创作。本老师特别捐了300作品作为图书馆的收藏。刚虽然刚学没有多久，但是，还能够，学习到老师的一些神韵之类的。我是在文化局那个展览室当那个馆员嘛，然后他老师去展呐、啊。他去书法展，然后我看到啊，那里面的那个老师，一个林老师就说：“哎，来学书啊，草书很好。”说：“我都没有学嘞。”他说：“没关系的，都没有学的人比较好学这样子。”那黄老师呢，把他发扬光大啊，在我们宜兰地区呢，哈啊，当志工教了很多学生。他今天呢，愿意把他的这个写得非常好的一个书法，愿意捐赠给公所图书馆，我们已经把它投放在我们这个墙壁上。今天呢，特别呢来这边看看我们他捐赠给我们的这个东西哈，我们做的情景怎么样呢？那以后呢，甚至有机会哦，他如果他体力许可的话，他也愿意到郊区来这边哈愿意自愿来教一些学生哦，希望有兴趣的乡亲呢再跟我们公所这边联系。为了推广这项文化艺术，公所也积极跟老师来协调，要伫大溪开班来教学。宜兰新闻记者张丽玲采访报道。